有没有痛？痛，这边痛，这边，对，这里也没有，够卡很重哦，这个很轻松啊，哦是，你头就很硬哦，好，你痛啊？没有，没有，这柔软的很多啊。这个比较好啊，记得不要去扭那颈椎腰椎，看看什么，这样会破坏那身体结构，疼痛会越来越多。